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凭什么？三个角色获得许愿的权利。但恰巧今天我也是孙悟空这个角色，我也有许愿的权利。你为啥是悟空啊？那我就是悟空啊。谁允许你当悟空的？不是，你是个哪儿的悟空？哪个组的？东北的悟空啊。你跟哪道听途说？大勋，大勋，你要证明你就是悟空，那有个石头缝，来。那是你，那是你的妈妈，妈妈，我妈妈。真行啊你！不是，董事会给我打出去，我造不了假啊。你看我这小装备，那我自己能上这？他这还有一个呢，他这还有一个呢。不是，我还有一个。你们初代唐僧的信总信了吧？初代唐僧的信，那他又写了一个。大熊哥，见字如面，在弟弟心中，哥哥是当之无愧的孙悟空，所以请哥哥万物推辞。对他还不让我拒绝，怕我拒绝。不是，这信小马也收到过。你也收到过这信？我上一次其实确实是收到过这个信。那你有这委任状吗？小马那个是董事会直接发的信息，对，发的微信。你有心愿密吗？什么币？你看你那基础设定都不了。没有，我这给我空盒。那你是假的？不，我不是假的。没有学员币，我们不可能带你玩。要不大勋，这期你别孙悟空，你土地爷吧，要不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下地当海了。你这师傅现在是两个悟空，我们必须选出一个，是吧？对。那比拼吧，来吧，比拼吧，来。悟空比拼，你来比上才艺。其实你像我们平时总是展现什么唱歌演戏啊跳舞，你给大家来一段就写作，写作，写作，你也今天这么近距离看他火箭星起，写一篇作文，心潮多么的澎湃，以朗诵的形式读出来。今天来到大海边，和我几个损友来相见，一不小心看火箭，火箭真的是个好火箭。啥玩意儿跟打油诗似的。来来来，你来一个，你不是你得 PK 一下啊。海边，小马的那功底还得提升啊！这会儿弹幕应该会有人说：“你爸不是马伯庸吗？”所以不敢乱吹，你知道吗？我再不敢乱吹了。不是，马伯庸不是我爹，他真不是。马伯庸不是你爹。我万万没想到魏大勋这么一段打油诗竟然制胜了，我的妈呀，竟然输给了这个几个损友来相见。那现在我是真猴。我们都知道在西游记当中呢，师傅你一天到晚给真猴念紧箍咒，真猴是很能忍疼的。我们这儿呢有一个疼痛测试游戏。啥玩意儿啊？头盔。吐血啊！我们现在来改一个玩法，请两位竞争的悟空坐在凳子上，戴上头盔，猜谁打他的，是这意思吧？猜谁打呀？哟，那这个好吗？这不爱玩啊？爱玩？你不玩你退呀？我玩，我玩我踢你。现在伯谦，你指出来背后是谁打你的？被指出来的人要坐上去挨打。啊，行，好，好啊。谁？啊！我挂相打人是吗？猜错了。
在这还看到了个假动作，在这儿晃人，来再来，啊不是吗？这好玩，这好玩，这好玩，这好玩。真好玩，真好玩，太好玩了！指对了，指对了，指对了，这真好玩。哦，不是打一个吗？你说一下顺序。你第一个，你第二个，来再来。顺序来，一，来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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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第一个，哎呦，你咋？来，再来，再来。你咋的？再来，再来。你咋？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你咋的？孩子，这我压住猜中了。谁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凭什么？能感觉到啊，那个鞋的方向。继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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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继续。啊！谁打的？这谁打的？这我最害怕，你知道吗？害怕。第三个是你。前两个呢？就猜前两个呢？就猜前两个，这猜。哎，其实不管几个人打，你能猜中一个就行，能猜中一个就行。哥，咱不能那样啊！不是我那样，咱不能。我豁出去让你猜，让你猜中我。你来来来来，谁呀？滚！来，继续继续，来，兄弟们。你，谁呀？你以为你下手轻点，我就不怀疑你了？哎，注意点火时间，一会儿玩玩火箭就上去了，已经。火箭是不是都飞完了都？是不是飞完了已经？行了，现在我猴王了，怎么着？就我就是沙僧，我就默认我是沙僧了。你不是猴王，也没人认为你是沙僧。子韬还是沙僧呢？那我现在就是没角色，回家收工。你就认了？你觉得你的悟空你就放弃了？你得等他加赛啊。好，这里测试了啊。我们回答一下关于我们这个节目的问题啊。悟空的腿毛有什么用？那个三根可以得一个仙儿，保仙儿。啊，那个大勋胜啊，悟空说话之前需要做什么？说对。哎，还有动作，还有这个他先说的，还有动作，还有呆，还有动作。你这不标准，呆，不标准，差一点，呆。哎，这个好了，真的，对，这可以，可以。2-0，2-0啊！全不行啊，博全。上次也没跟我把悟空的规则说明白啊，我这。那为啥大勋都知道？好，如果悟空不遵守戒律，需要做什么惩罚？需要向红的磕头。佛圣，佛圣，佛圣。对对对，第三题回答正确，3-0，3-0。他就是假的，给推大海里得了。悟空使用筋斗云可以做什么？买张机票飞走。哎呦我，你准备的挺充分呐、啊。你这腾讯大会员啊，你是个什么会员？超级 VIP， 超级 VIP， 买张机票飞走。对对对。
师傅的义务是什么？那个保护徒弟不是。师傅，你回答一下，师傅的义务是什么？师傅就是没有尊严，大家受到困难，师傅第一个挨打。好，八戒的权利是什么？做饭。八戒权利，解散。哎，对。哎、你可以啊。不是你昨天写作业了是不是？再来一个，沙师弟的义务是什么？是拎东西。哎，哎呦，无比。可以。悟空的腿毛有效期是多久？12点清零。哎，对，这真是。你来干嘛？12点清零。继续，再来一个。白龙马的权利是什么？那个遇见困难，他就可以先逃走。啊？我的妈呀！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七逼。可以。没了是吧？没了没了，尊贵的腾讯大会员，我你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你们觉得谁是真孙悟空，谁是假孙悟空？